有一個問題咧，就係話有時有個人問一個問題，就係有人咧，佢係想侍奉，不過侍奉嘅時候咧係表現自己嘅。咁啊，點樣去幫助呢啲人咧？咁我就會話咧，就啊，要幫助人嘅時候，始終我覺得係恩典係最主要嘅動力。咁亦都喺呢個情況亦都有律法嘅。咁我兩樣分開講啦。咁恩典係乜嘢咧？就係話咧，神好睇重佢嘅。即係俾佢知道嗱，呢個就係恩典啦。神好睇重你嘅生命，神要祝福你嘅生命，神要提升你嘅生命，你嘅生命可以大大被提升嘅。咁咧，神喺你嘅生命有奇妙計劃嘅嗱，呢啲就係恩典啦。咁咧，你嘅侍奉係神會紀念嘅。如果金銀寶石嘅侍奉咧，神係會紀念嘅。咁啊，你想唔想你嘅侍奉係金銀寶石咧？咁嗱，呢個就係恩典啦，俾佢知道嗱，你嘅侍奉神睇住喎。我哋就算咧啊，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都不能不賞賜啦。同埋咧就當我哋談論神嘅事，敬畏耶和華嘅人談論神嘅事咧，神都會側耳傾聽嘅。咁所以神係會好留心我哋做任何嘢，或者聽任何嘢，或者講任何嘢嘅。神係好歡喜，神又會紀念啊，有紀念曬喺佢前面啦，記錄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做嘅嘢，神都紀念，神又會賞賜嘅。你想唔想神紀念同埋賞賜咧？咁佢話我想，咁啊非常好啦。咁由我哋可以引導佢啦。咁你。即可能你會看到一些原因啦、啊、你就見到他好像想表現自己咁啦，咁可以問下他啦，你覺不覺得啊？你嗰次咁樣做法的時候，你覺得有什麼原因呢咁樣咁問翻佢啦。咁佢譬如佢啊，即呢個俾佢知道嗱、啊，如果佢能夠自己講出嚟咁啊最好啦。咁如果佢講唔到出嚟，咁我哋都可以問佢嘅，你會唔會覺得你好像有啲想人哋知道你做嘅嘢？啊、有些即是想告訴人聽你做了什麼好事、啊、當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會不會都是想、啊、表揚自己呢？當你想表揚自己的時候會不會呢神歡喜的時候，聖經有說金銀寶石草木禾秸、啊、這個釋經呢我就會這樣說的，很簡單的釋經、啊、什麼是金銀寶石，什麼是草木禾秸呢？很簡單，合乎神的方法就是金銀寶石咯，即是神的方法就是謙卑、啊、愛神愛人啊、榮耀神的、即是不是彰顯自己的，這樣這個就是一個就是金銀寶石啦。那麼草木禾秸就是、即是彰顯自己啊，炫耀自己啊，為了自己的利益啊，侍奉的人有薪金是沒錯的。那麼但是有些人呢他是特別用一些方法讓他有多些的入息啊，多些錢啊，那個就不對的。那麼呢就好了，咁從佢了解一下佢有冇呢個情況，咁嗱，即係如果佢係願意傾啦，咁當然其實我會咁話嘅，同佢傾咧一定要俾佢有啲心理準備，因為咧呢、這個係某程度一個 confrontation， 即係你要 confront 佢，同佢講出一啲佢嘅面對問題，都有一個即係有啲預備，即係話你係神睇重你嘅，我睇到你好有。某方面的恩賜動力侍奉神是很好的事的，神都紀念的，神看重的、有一件事我都想跟你談一下，這樣 去讓他知道，即是我有件事想跟你談，然後呢說得出了，即是說、他是都知道自己有一些這樣的方面的問題，那就可以問他，你覺得你這樣侍奉的時候神會不會歡喜呢？那神歡喜的時候就會是金銀寶石，因為草木禾秸，那去引導他就即不是用一個強硬的方式。那你想不想做的是金銀寶石呢？如果想金銀寶石的時候你可以怎樣做呢？這樣一步步去引導他去改變。那他說想了，那就非常好了，那欣賞他了、啊、你願意改變是很好的。 那可以跟他談一下怎樣實際上可以侍奉的時候而不是為了榮譽自己，是想榮譽神、啊、祝福人的，那實際上想些方法，譬如說調教個內心啦，嗱，譬如我自己都係噶，譬如為人祈禱，個人經歷好強烈嘅感動啊、安慰啊、釋放啊咁，咁我即刻話俾自己聽嘅，心裏面即刻榮耀神，唔係隻口講，有啲人都口講啊，榮耀神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但係個心啊好開心，哎呀，我真係好勁啊今日，哇，真係今日好勁喎，今日祈禱好犀利喎，即係佢一方面係榮耀神，但係佢實裏面個內心咧係其實佢就係即係呢樣嘢令到佢。滿足的來源啦，開心沒問題，但他好像炫耀了自己咧，咁咧就錯誤啦。咁調教內心啦，同埋調教
個行為啦，因為個行為表現咧，啊人會睇到嘅，到底你係榮耀神啦，定係真係幫人啦？啊嗰啲人睇唔到嘅，你會唔會去做咧？因為有啲人咧係咁噶，冇人睇到唔會做嘅。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。咁樣咁可以同引導去傾啦，但係用一個柔和嘅方法啦。OK， 有冇回答到呢個問題啊 ？OK， 好，感謝。